避下嘅，係佢係 MC， 我都係。Hello， Elvis， 係啊，我 MC 準備下，好耐冇見啦，我嚟呢邊先。好，其實咧，點解我話咁耐冇見咧？你自己解釋一下，點解咁耐冇見？在公眾場合都講，我哋有啲其他人冇講，係我哋有啲內部嘅問題，咁就導致我哋半年都不能夠做任何嘅活動，所以好多謝 Mirror Place， 冇忘記到我哋，可以俾啲掌聲 Mirror Place 啊！真係啊，成就咗好多唔同嘅歌手出嚟。冇錯，咁啊，同時之間咧，其實今次咧可以話你第一次嚟到我哋 Mirror Place 嘅 Give Me Life 2024，感覺如何？好正咯，因為我頭先喺出邊見到嗰啲電梯咧，有好多名字啊，即係2020年咧，咁我就諗緊可能我三年之後個名字就會喺嗰度。三年，人哋年年都舉行，你咩三年之後先再嚟？咁我要連續玩三年啊嘛，我諗住。冇錯，我有個明星打卡錄音室嘅，嗰個外邊都係有咧唔同嘅一個，即係唔同歌手咧，佢哋年份咧都睇喺度噶啦，咁樣。而今次咧，其實咧 ，Usual 咧，我成日最叻嘅咧，就係個氣氛啊，打頭陣啦。係啊。有冇啲咩嘅？但係今日咧，我哋冇帶我哋最 rock 嘅歌出嚟。rock 歌。我哋冇，我哋冇。一個人嚟喎 ，MC 係，你冇帶 rock 歌出嚟。係啊，因為諗住用另一個方式重新同觀眾認識下，我哋咁耐都冇出過嚟，咁可能記得我哋以前係點樣嘅，就會有一個模樣啦。咁我希望今次都有個新嘅模樣。係，冇錯。除了有 Elvis 之外咧，仲有介紹一下。你企翻出嚟先啦。係。佢叫阿 Kit 啊。Kit 係啦。佢似唔似韓國人啊？冇關係。O K。冇關係啊，阿 Kit 啦，就係 MC 啦。佢 MC 啊 ，MC。似唔似俄羅斯人啊？係。同埋 Andy。Hello， 我 Andy。佢似唔似香港人？好，呢個時間交俾 Usual。我有個重要嘅秘密任務，就係要幫大家 chop 幾張即影即有。咁所以，如果你哋係好支持你哋偶像嘅話，唔該一陣，我影嘅時候用你哋嘅最大歡呼聲，因為張相可能係俾你偶像。OK。Oh,
呢邊咧？上面咧，小心啲啊！再做一次，如果見到你哋偶像，你哋會做啲乜嘢？
實有冇話俾我聽佢點樣先係 work 㗎 ？OK， 好，好，多謝大家，我哋係 Yusufi。首先介紹下，頭先介紹咗一次樂隊成員啦，咁我再 in case 大家唔認得，我再介紹多次先。首先係打鼓嘅 MC， 然後有彈 bass 啱啱搬咗屋嘅 Andy。同埋呢排冇乜特別嘢發生嘅阿 Kid， 同埋有我係 Elvis， 我好口渴，大家有水嘅而家飲一啖先，因為好熱真係。頭先講但係講過，我哋有半年都已經因為某啲原因活動唔到啊。再一次，剛才掌聲我覺得不夠大，可不可以幫我給掌聲 Mirror Place， 不要忘記到這隊樂隊，這半年很難捱，但是見到大家再上回舞台，我想我們四個有回回憶出回來。剛才那首歌是我們上年的派台作品，令到很多人都認識了我們，但接下來這一隻應該是最多人認識我們的一首作品。如果未認識的今天就認識了。 Hi， 我們是 Yusufi。 Hello 記住了。 OK， 無望自嘲千百一口，还是已告别，昨日不舍，年年月月某某来洒脱点，接受了历劫幸福的赐流，你别要多心执意，再三回首。再记住青春的风度，残酷明秋，风吹我回眸。
生都想再见，终于到。Thank you， 多谢今晚特登嚟睇《宇宙狂人》，一啲好耐好耐以前认识嘅好朋友，多谢。喂，咁又嚟嗌嚟聽下先啦。輸人冇輸陣啊嘛。咦，有啲新認識嘅都幫我嗌喎。喂，咁啊嗌大聲啲啦。喂，唔使錢噶嗰下喂。好，既然你哋咁踴躍，我就決定唱最後一首歌俾大家聽。新专辑的第一首歌。